30年代，偶然发现的三星堆遗址，开启了古蜀文明的探寻之路。对古蜀文明的关注，是从文献到考古，在这里第一次架起了一个桥梁。A very surprising thing that 你不来三星堆的话，你就不知道自己的想象力有多么的贫乏。古蜀文明罕见独特的器物，见证了中华文明的起源。恰似满天星斗。我们古代的这个中华文明呢，它既有玉的传统，也其实也有黄金和宝石的传统。中国的这个版图上面，它是一个很大的文化交融圈，它们之间的一个交融基本上是看不见的，但是它又在不停的发生。在中华文明起源的进程中，一件件古蜀瑰宝的背后，隐藏着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这个线就变明显了，好看吗？这个颜色土完全不一样，上头是偏灰，上头要偏灰一点，下头是偏黄的，所以下头那个土可能跟这个是一样的。这个一定是一个人工的遗迹，自然形成的这种遗迹呢，它是不可能呈现出这么规整的这个直角转弯的这么一个现象的。这个人工遗迹是否是古代遗存，让洪林决定用洛阳铲一探究竟。洛阳铲原本是一种盗墓工具，从上世纪20年代起成为现代考古的专业工具之一。通过洛阳铲勘探呢，我们也发现了有铜渣、象牙，还有骨渣这一些，这个都是在一号坑和二号坑比较常见的，所以由此能够确定它们的一个性质。这一消息惊动了三星堆遗址工作站站长雷宇，他与冉红林讨论后，决定开设探沟向下解剖土层。几天后，在距离坑口1.4米的地方，一件青铜器的局部露了出来。出现铜器之后呢，基本上就可以90%以上可以确定它是跟一号坑和二号坑是性质一样的这种祭祀坑，所以我们才给它编号为第三号祭祀坑。三号祭祀坑编号 K3， 位于1986年发现的一号和二号祭祀坑之间，三个坑相距仅10多米远。这一片区被称为三星堆遗址祭祀活动区。1986年7月，当地砖厂在取土时无意间发现了一号和二号祭祀坑，陈德安是那次抢救性发掘的负责人之一。因为那个时候发现的时候正值这个夏天啊，烈日当空，我们是做了一个草棚啊，把它罩在这个坑的上面。那段时间雷雨季节啊，一打雷我们就着急了，就怕涨洪水，我们都是通宵作战。在2个多月里，
一二号祭祀坑出土金器、青铜器、玉器、石器、陶器等珍贵文物1000多件。三星堆遗址被称为20世纪人类最伟大的考古发现之一。这些实物向世界证明，3000多年前，这里曾存在过一个高度发达的青铜文明。当时的名称呢，还叫月亮湾遗址。月亮湾，它是一个高起的台地，南面一点呢，就有三个独立的土堆。当地的老百姓呢，就非常形象地把它叫做三星半月，所以这个三个土堆呢，以后简称三星堆。所以后来的这个考古学的命名啊，用了三星堆遗址。三星堆遗址地处四川盆地西部，广汉市西北的鸭子河南岸，分布面积达12平方公里。2019年，四川省组织实施古蜀文明保护传承工程，让洪林与同事们首先想到一二号祭祀坑位于三星堆遗址最重要的区域，周边也许会有新的发现。我们就预设了几条探沟，开设这个探沟之后呢，我们就发掘下去，然后就发现了这个三号祭祀坑了。三号祭祀坑的发现证实了冉洪林的推断。那么这块区域是否还分布着更多的同类遗存呢？冉洪林决定开设更多的探沟，扩大搜寻范围。2020年3月12日，四号祭祀坑被发现。10月份的天气哈，水那个雾气浓，第二天第三天看得很清楚。在接下来的两个月里，5号、6号、7号和8号祭祀坑相继露出真容。像这个发现的时候，就把那个三间我那个脚就开始。一口气发现了6个祭祀坑，这一定会是一次石破天惊的考古大发现。该如何发掘这6个祭祀坑？怎样才能在发掘时保护好埋藏在地下的稀世珍宝？从发现时的兴奋到保护文物的担忧，冉洪林意识到这次发掘必须慎之又慎。我们希望在这次发掘过程中呢，能够把祖先遗留下来这些东西以最精细最系统的这种方式把它全部收集起来，不要给我们后人或者说是我们现在发掘人员今后的形成一些遗憾吧。回顾三星堆遗址发现和发掘的历史，期间充满了曲折和不易。它的发现最早可以追溯到90年前。1927年春天，居住在月亮湾的农民燕道成一家，在清理门前的水沟时，意外挖出了许多玉器。后来，这些玉器陆续流入古董市场，引起了华西协和大学博物馆馆长葛维汉的警觉。葛维汉，美国阿肯色州人，著名考古学家、人类学家。1911年来到中国，1932年到达成都。他认为燕氏父子偶然发现的玉石器极具考古价值。1934年3月16日，葛维汉、林明军等四位教授组成华西协和大学博物馆考古队，来到月亮湾，揭开了三星堆考古的序幕。当时的中国处于军阀混战时期，发掘工作引发了与土匪的冲突。不得已，三星堆历史上第一次科学考古在持续了10天后匆匆结束。尽管如此，此次发掘出土玉器、石器、陶器等文物600余件，葛维汉整理出版了汉州发掘简报。由此，第一次仅仅为期10天的考古发掘轰动中外考古界。所以对于古蜀文明的关注呢，是从文献到考古
在这里第一次架起了一个桥梁啊，也引发了以后呢由三星堆到古蜀文明的整体的研究。It's very interesting to go in and see the history there, to see that the actual building that he was in is still there. 葛维汉的后人们把葛维汉当年考古的日记和照片捐赠给了三星堆博物馆。这些记录了三星堆遗址首次发掘过程的珍贵资料。从大洋彼岸回到三星堆，与众多古代文物留存在了一起。这块大石壁上刻有燕三泰三个字，是燕道成儿子刻下的，现收藏于四川大学博物馆。这件玉章刻有燕道成二儿子燕青宝的私章，现收藏于故宫博物院。这些文物不仅是古蜀文明的见证，也记录了三星堆文明被发现的那段往事。80多年后的今天，在距离葛维汉的探方仅1000多米的地方，又发现了6个祭祀坑。所有人都很好奇，这些祭祀坑里埋藏着什么样的文物，让洪林和同事们将展开怎样的发掘呢？好像还弄一圈那个噻，弄圈那个绿化嘛。你看他那个火烧。我们在祭祀坑现场已经搭建起了一个将近2000平方米的临时保护大棚，能够充分保障我们发掘期间的遮风避雨，以及相应的文物和人身安全。在考古大棚里。工作舱搭建在祭祀坑上，舱内安装有多功能考古操作系统，可以实现考古发掘人员乘坐横架移动设备进入祭祀坑进行无接触考古发掘，这在全国开了先河。技术含量最高，规格最高，要求的精度也是最高的一次数字化科技考古，第一次，全国第一次。此外，在工作舱的顶端安装了多个不同机位的摄像头，这些摄像头除了记录考古发掘的过程外，还有一项特殊的功能，可以通过那种远程的会诊的方式，通过全国的专家他们都说可以能够参加会诊，提出解决的方案。在考古大棚里还专门搭建了6个应急保护实验室。从事文物保护工作多年的谢振斌第一次在考古现场展开文物保护工作。应急保护室它是相当于我们医院里面的急诊科，考古发掘和文物保护同步开展同步进行，应该说这在以前可能是比较少见的。这次三星堆遗址考古发掘联合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等30多家考古、文物保护和科研机构，是国际上规模最大、调动资源范围最大的考古发掘行动之一。跟过去几十年的这个考古发掘已经完全不一样了。那么，无论是准确性还是这个系统性以及精确性等方面，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经过9个多月的准备。2020年9月6日，一场简单的启动仪式在考古大棚里举行，来自全国的诸多重量级专家见证了这一历史性时刻。对于考古人来说，能参与一次重大的考古发现可以说是毕生所愿。毫无疑问，6个祭祀坑的发掘将会是一次前所未有的体验。
祭祀坑里，最先发掘的是四号坑。发掘人员进入工作舱，必须穿戴防护服，这是为了避免身上的头发、油脂，甚至是头皮屑等掉落到祭祀坑里，污染文物埋藏的环境。许丹阳，三星堆遗址四号坑发掘负责人。作为一名九五后，他被戏称为挖土担当，因为他每天的大部分工作就是拿着小铲子、小刷子刨土挖土。我们填土的发掘呢，是采用网格法进行发掘。最开始呢，我们是采用30厘米乘以30厘米这样的小格子进行，经过讨论，我们就改为60乘以60厘米这样的一个网格进行发掘，一直把填土发掘完毕。每一个网格里的填土都被编号保存了下来，同时每发掘一层就进行一次三维扫描。如此细致的保存分析填土，这在以往的考古发掘中是少有的。通过分析，四号坑的填土经过了古人的夯打。冉红林在2020年10月18日的考古日志中这样记录 ：K 四是经过缓慢的处理才形成的，这种行为也就排除了 K 四和同地的 K 一、K 二是古堡弃坑和战败毁弃坑等短时间紧急形成的遗迹的可能性。很多疑问就是这样在考古的细微处被一点一点澄清。我们所能够掌握的信息应该说是都是对于阐释这个三星堆遗址的深刻的价值，以及提升古蜀文明的文化内涵都是非常有帮助的。一个更大的发现出现在四号坑，在距离坑口1.4米的地方发现了灰烬层。面对这一突发情况，三星堆考古人决定暂停发掘，邀请专家召开现场咨询会，进一步完善灰烬层考古清理与信息提取方法。灰烬它就是以前它在祭祀的时候，它把东西拿来焚烧，它产生的这个残留物。这里边有烧了哪些植物，那么在也就意味着三星堆遗址当时有这些植物。那么这些植物呢，通过去了解这些植物的一个生活习性，我们就可以复原当时三星堆遗址的一个生态环境。灰烬层的发现相当于获取了古蜀先民的第一手资料，考古人员如获至宝，展开了多项分析检测，提取到了肉眼不可见的丝绸制品残留物。这意味着三星堆首次发现了丝制品，但丝制品遇到空气很容易降解老化，如何提取和保存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我们先用海绵铺一层，然后吸一些水，然后再在上面放这个铝箔纸。放铝箔纸之后，就是为了隔绝土跟水之间直接接触，防止它溶解，然后放在这个低温下保持的话，它就可以保持一定的形状。四川古称蜀，蜀的古字形似野蚕，上部是眼睛突出的头，下部是盘曲的身子。专家认为，蜀国和蜀王蚕丛的名号都暗示着四川是丝绸的发源地之一。这次通过科技手段在多个祭祀坑里都发现了丝绸的痕迹，给相关研究提供了原始材料。丝绸是当时是一个包裹青铜器的，还是覆盖青铜器的，还是作为一种祭祀用品，它的祭祀形态是什么？关于三星堆祭祀坑的年代问题一直存在争议。四号坑灰烬层样品被送往北京大学做碳十四测年，结果表明它的年代距今约3200年至3000年，属于商代晚期。这是一次非常权威的测年。四号坑灰烬层的分析研究还在继续，这时候象牙层出现了。
整个的把灰砌层清理完毕，我们发现了四号坑有40多根象牙。象牙出土以后，会出现快速失水、变色变脆等状况，留给保护处理的时间非常短暂。这一次，现场的应急保护实验室发挥了作用。文物保护专家提取象牙后，第一时间对象牙采取保湿处理，放进冷藏库房，为象牙的后期保护和研究赢得了宝贵时间。象牙制品的这个发掘都是采用一种边保护边发掘的方式。在清理象牙的同时，专家们还利用丝同位素、古 DNA 技术展开研究。这些象牙产于何地，是何种象群？这些多年以来的谜团，在不久的将来有望解开。考古人员在祭祀区共搭建了四个工作舱，四号坑的方法和经验得以复制，发掘工作在四个工作舱同步展开。经过半年多的清理，多个祭祀坑都发现了象牙。根据12号祭祀坑的经验判断，象牙的发现标志着正式进入了埋藏文物的堆积层。即将出土的会是一些什么样的器物？它们与12号祭祀坑是否一样呢？发掘工作进入到更加细致的器物清理阶段。距离祭祀坑发掘现场1公里外是三星堆博物馆，这里陈列着许多12号祭祀坑出土的旷世神品。1号和2号祭祀坑距今约3200至3000年，属于商代晚期，出土文物7000多件，其中既有中原商文化风格的雷、尊等容器，也有长江中下游地区的玉器等，更多的则是三星堆特有的器物。高2.62米的青铜大力人，宽1.38米的青铜面具，高达3.95米的青铜神树，长1.42米的金杖。三星堆古人为何要制作这些极富想象力的器物？这些器物又蕴藏着怎样的含义？自从1986年主持发掘的三星堆遗址12号祭祀坑后，30多年来，陈德安一直在寻找答案。我们发掘这个2个祭祀坑的话，都是过去没有见过的东西，这个造型，它的丰富的想象力，都突破了以往我们中。
明了三星堆独特的文明形态。新发掘的六个祭祀坑即将出土哪些独特的文物呢？2021年2月1日，令人瞩目的时刻终于到来，第一件大型器物即将出土。这件金器应该说是本次关于三星堆祭祀区考古发掘第一件比较大的这个文物吧，这么贵重的一件文物嘛，让我来提出。这块金箔片被送到三星堆遗址文物保护修复实验室，交到国家级文保修复专家马艳茹的手上。他是应邀专程来到三星堆的。经过测试，然后还有我们用手工的方式对它测试以后，知道它基本上这个成分在，如果我们今天的概念来说，应该是22钛金的这种成色。要工具吗？不用。去除粘裹着的土和附着物，金箔片被一点点展开，再经过清洗，半张金面具慢慢显露了出来。你右手这边那个窟窿是眼睛。它宽鼻阔嘴的夸张造型与1、2号祭祀坑中发现的青铜面具十分相似。5号坑出土的这件金面具在尺度和体量上可谓空前。金器的重量呢是有280多克，无论是它的体积还是它的重量，都是前面发现的这个金面具是没有过的。新发掘的六个祭祀坑已经出土器物上千件，多数器物与1、2号祭祀坑相似，但也有很多前所未见的国宝级重器。4号坑出土的牛头跪坐人像，面部表情写实生动。3号坑出土的这件顶尊贵族人像，把中原和三星堆两种风格的文化因素融合在一起，令人震撼。3号坑出土的这件玉琮，把同时代的青铜神树刻在玉器上面，极富研究价值。不是有一句话吗？你不来三星堆的话，你就不知道自己的想象力有多么的贫乏。的确这样，即使我们干考古的，尤其是干三星堆考古的，见到这些东西，仍然是非常非常的激动或者是震撼。三星堆发掘过程中，考古学家们不断解谜，也不断迎来新的谜题。三星堆为什么有如此多的财力物力制作各种器物？古蜀人在这里建起了一个怎样规模的居住地？这里除了祭祀坑还有什么？越来越多的疑问摆在了考古人的面前，也让他们把目光从祭祀区转向更广阔的地方。
我们现在站的这个地方，我们称之为是一条考古探沟。这个考古探沟实际上是有很多探方形成的，五层屋的一道城墙的宽度要跨十几个探方，我们称之为探沟。这一段城墙被称为月亮湾城墙，它距离祭祀区有1000多米远，发现于1999年。在月亮湾城墙被发现之前，12号祭祀坑出土了令人惊艳的青铜器、金器等器物，意味着这里一定存在发达的古代文明。而文明的一大要素就必须要有城，因此在完成两个祭祀坑的发掘之后，三星堆考古人便开始了城墙的寻找和发掘。陈丹老师他们主持的，最开始应该是1988年开始确认这个三星堆城墙，包括我也参加，有幸参加各道城墙的发掘，一共是确定下来的是5个城墙，大城是没问题的，只是北城墙没找着。这5道城墙在生代晚期之前形成，距今约3200年，其中东西南3道城墙基本构成了三星堆城址的外扩城，内有2道内城墙，月亮湾城墙和三星堆城墙，城址面积达3.5平方公里。在2018年以前，考古人员虽几经努力，但仍然没有弄清楚城址的内部结构。其实探寻三星堆古城的工作早在几十年前就开始了。上世纪60年代，三星堆曾有过一次短暂的发掘。1963年，西南考古学奠基人、著名考古学家冯汉骥带队来到了月亮湾，在可为汉发现玉器的地方展开发掘。在1943年，他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就是《中国文化发展的南向说与北向说》。他当时就提出来，中国文化起源的就多元的，所以他对三星堆感兴趣，就是要找到真实的论据。因此，他想把这个三星堆，这个就是三星堆的发掘的话呢，作为今后我们工作的一个重点，来解决这个古代四川古代文明的这个发展的源头问题。令人遗憾的是，由于政治运动，这次考古持续了不到半年，被迫终止。冯汉骥先生与三星堆古城失之交臂。这张照片记录了一位考古学家工作的瞬间，也记载了一位老人毕生的心愿。冯汉骥先生他带领的这次发掘呢，可以说就延续了这个早期的葛维汉先生他们做的工作，也开启了1986年更大规模的三星堆发掘的一个先河。所以我给他的评价叫做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啊。而且呢，最重要的就是冯汉骥先生啊，当时已经意识到这里很可能是一个古蜀文明的重要的重镇啊，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古国古城古都就在这里。半个多世纪后，一次更深入的勘探工作全面展开。2012年到2015年，考古工作者对鸭子河两岸进行了超过50平方公里的考古调查，不仅找到了2道新城墙，还基本摸清了三星堆北部的城市布局。一大树小，一个大城是通过北城墙、西城墙、南城墙、东城墙合围起来的。在北面的话，又有2个小城已经确认了，西边是月亮湾小城，东边是藏宝堡小城。再往南就是和三星堆城墙发生关系的话，有可能还有一个小城，三星堆小城。经过几代考古人的不懈努力，冯汉骥先生的愿望得以实现。
一座布局严整的古城清晰呈现。它不同于中原地区夏商时代的都城，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从新石器时代末期到商代晚期，三星堆古城前后延续了2000多年。三星堆城的话，是中国南方地区夏代和商代时候最大的一座这个古城，那时期古蜀国的首都所在地。在三星堆从事考古工作30多年，雷雨依然有很多疑问。三星堆古城发现了水码头，古城的水路和陆路交通如何布局？古人又是如何处理人工河道和自然河道的？仁胜村墓地出土了与良渚文化的玉锥形器相似的玉器，它的具体功用是什么？这些玉器又是如何从长江中下游传到四川盆地的？三星堆古城内尚未发现制作青铜器的作坊，如此巨大的青铜器是在哪里制作的？遗址范围内很少发现兵器，大量的资源用于宗教或祭祀，三星堆到底是一个怎样的社会形态？面对一个又一个疑问，需要考古工作者去完成的工作还有许多。终极目标还是要搞清这12平方公里底下到底埋了些啥子。第一是那个族群的，第二持续了好长时间，第三它的文明达到了那何种高度。所以把这些一切都阐释清楚的话，等于是复原一个当时的社会的方方面面。三星堆文明在世界范围内独树一帜，关于三星堆更多的未解之谜等待人们去一一解开。过去的90年里，从葛维汉、冯汉骥到陈德安、陈显丹，再到雷雨、冉红林，还有无数不知名的考古人，他们用数十年甚至毕生之力，一铲一铲地清理发掘，一点一点地揭开三星堆的神秘面纱。从发现到发掘，从发掘到发现，这是一场延续了几代考古人心愿的接力赛。也许我们看不到终点，也许答案就在前面。在不断的期许中，让我们一步步接近神秘的古蜀文明，一步步扩清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史前格局。